各位，我们来去看我们的原始的资料哦。我刚刚是不是有重新做了1月6号？这边是不是多出来一笔1月6号了？统计图表，因为我现在加的是一笔，它的变化不大，可是真的可以找出来。请问它是因为是2011年的，不是2020年的1月19号，是不是？所以它是在那个，不是这里面，这里面有没有看到这个刘圈明、刘一鸣，他有四季未到，因为他未满一岁，未满一岁就是这个两个月四季，他其实都是漏增的。这是我刚加进去的资料，这样可以听得懂哦。就是你只是在换资料而已，你只是在换资料，记得这个档案你最后离开你要储存就对了。我接下来我还是要讲行为模式。好，没有就算了。但是请问你们知道同母姓 Excel 要怎么写？就是小朋友的第一个字，姓名的第一个字跟母亲的姓名的第一个字是不是一样？对不对？就是用 your left 就可以取出这个字了。好，然后如果它相等就叫同母姓，